快看，怎么一群奇怪的怪兽抓了赛罗和贝利亚？赛罗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我就是睡了一觉，怎么就被带到了这里？我怎么知道贝利亚？我以为这些怪兽是你的手下，没想到也被抓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外星人出现了。赛罗、贝利亚，你们好，我是来自他们七九星的外星人。我们星球遇到了巨大的危机，现在我需要找一个会跳舞的人回去教我们跳舞。当然，作为报酬，我会送你们一个巨大的神光棒。这次我带了四个小弟来，你们就分别教他们跳舞，谁的小花花多，谁就能拿走这个充满光的神光棒。那么现在开始吧。那就让我赛罗先来吧。那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，它能实现下小愿望，有神奇魔法。听说每小孩想要得到它，准备好了，呜呦，一起探索吧。赛罗，你跳的是个什么玩意？还是让我贝利亚大人教你吧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，它能实现小小愿望，有神奇魔法。听说每个小孩都想得到它，准备好了，哎呀，一起探索吧。你们地球人跳的舞怎么风格差别这么大？我一个外星人完全看不出来好坏啊。外星人大哥，看来你是没看过跳舞表演，肯定是我贝利亚大人跳的好看呀。贝利亚，你可真是说得出口呀，我听了都脸红，还是你脸皮厚。我现在只有找小朋友帮忙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赛罗和贝利亚谁跳得好看？你们会支持谁啊？谁的小花花多，我就把神光棒送给谁。赛罗，你给我赶快走，我们都讨厌你。对呀，赛罗，你怎么还赖在这里不走？我都替你感到丢脸。你们不要赶我走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都要赶我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赛罗都被大家嫌弃了？这其中是不是有误会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终于让我练成了变身术，我打不过赛罗，我还不能替他干点好事吗？于是贝利亚变成了赛罗的模样，手里还提着一个油箱，他这是要干嘛？这时候小迪迦和小赛罗正在河边洗澡，假冒的赛罗就跑到河流上游，把不知道什么药倒入了河水里面。这一幕正好又被迪迦看见了。赛罗在前面干嘛？怎么还往河里倒东西？他这是要干嘛？就在这时，一阵黑烟冒起，小迪迦和小赛罗居然变成了黑暗形态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怎么变成了黑暗形态？我们这样子还怎么出去见人？我们这样都没办法去上学了。这个可恶的赛罗，没想到他人前一套背后一套，居然还敢这种事，我要上去找他说理。可就在这时，假冒的赛罗飞快地逃跑了。这个赛兔子跑得还真快，我要把他的真面目告诉大家，一定不能再让他骗大家了。我这就把小赛罗和小迪迦背回去，帮助他们恢复光明。哈哈哈，这个单纯的迪迦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我倒是要看看赛罗是怎么被赶出光之国的。小赛罗、小迪迦，你们别担心，奥特叔叔们这就帮你们恢复光明。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，小赛罗和小迪迦恢复了光明。谢谢奥特叔叔们的帮忙，我们真的没想到赛罗居然对我们下毒，他真的太坏了。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我一回来大家就赶我走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有谁能告诉我吗？赛罗，你还是跟我走吧，光之国不要你，到我这里来当二当家。屏幕前的小朋友，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人帮我证明，那我只能加入黑暗了。快看，贝利亚抓了小赛罗还有格力乔，赛罗一个人艰难地在往上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赛罗，你赶快上来呀，你的小赛罗和格力乔可都在等你呀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果然是去逛的奥特曼都是垃圾。小赛罗、格力乔，你们坚持住呀，我马上就能爬上来救你们了，即使没有光，我也一定能救你们出来。赛罗爸爸，你别上来呀，你体内的光太少了，你现在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你别上来啊。是啊，赛罗哥哥，你现在太虚弱了，你快去收集更多的光，获得无限的光之能量，这样就能打败贝利亚，你别上来啊。哎呦喂，赛罗，你怎么爬得慢吞吞的？你以前不是很嚣张吗？以前不是很帅气吗？现在没人喜欢，没人给你光，你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让我扎基大人下来帮帮你吧。去你的吧。不，我不能放弃，
我绝对不能放弃，我要爬上去救出小赛罗和格力乔。于是赛罗拖着受伤的身体再一次往上爬了起来。威利亚大人，你看赛罗这个样子，我要把他丑照发出来，让光之国和地球的小朋友知道他们的赛罗是多么的不堪一击，我要让他们都嫌弃赛罗不给他光。你这个小渣鸡，你是脑子进水了吗？万一有不听话的把光都给了赛罗，我可不是他对手，到时候你自己上，我可不想完蛋。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，半生风雪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，换不回孤雁总要南飞，心事谁了解，唯有明月来相随，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。小强你在干嘛？你一天对着这个奥特曼玩具擦什么擦？不就是一个破奥特曼玩具吗？赶快拿去扔了吧，真的是太脏了。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奥特曼，没有光，奥特曼都是骗小孩的。妹妹你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奥特曼吗？哥哥你快看，你的玩具复活了。小强你好，我是赛罗奥特曼，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召唤了。可是你们怎么一直不出现？难道你们真的离开了吗？小强呀，我现在只能用我微弱的力量来和你见面，因为现在相信光的越来越少了，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了，我这就带你去光之国玩。不会的赛罗哥哥，我们都还记得你。对了，我把你的帅照发出来，让大家把爱都给你们，这样你们就能来陪我们过暑假了。数不完的阴晴换圆缺，半生风雪吹不散花落世界的眼泪，换不回孤雁总要南飞，心事谁了解，唯有明月来相随，思念与我眉间有几分憔悴。快看，怎么一群黑暗奥特曼围着贝利亚跳舞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？哈哈，这次我终于站起来了，现在奥特曼都被我控制了，那是因为我有魔方阵，没有一个奥特曼能逃出去，他们只会乖乖听我的话。贝利亚，你快放了我的奥特兄弟们，不然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赛罗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？你要是敢打我，那你永远也别想解除他们的封印，因为只有我才有解除封印的咒语，只要你加入黑暗然后完全听我的话，我就把这些奥特曼放了，不然的话你就别想救他们。这可怎么办啊，现在这么多奥特曼都被贝利亚黑化了，我只有加入黑暗才能解救他们，我也不想呀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啊。赛罗，你真的是太棒了，现在你就是我的二当家，所有人都可以听你的话除了我。哈哈哈。小赛罗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还有一点意识，现在你只有一个办法能帮助我们，你去小贝利亚那里想办法套出贝利亚的咒语。赛罗爸爸你放心，你们再坚持一下，我肯定能帮你们恢复光明，我这就去找小贝利亚。于是小赛罗背着他最喜欢的萝卜刀去找到了小贝利亚。小贝利亚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跳舞？我带来了我最喜欢的萝卜刀，你想要吗？我可以把萝卜刀送给你。真的吗小赛罗？平时只看见你们在玩萝卜刀，我也一直想要一把萝卜刀，可是你们都不给我。但是我给你萝卜刀也有一个条件，我知道你一直想加入光明，只要你告诉我你老爹贝利亚的咒语怎么才能帮助奥特曼解除封印，只要你告诉我，我不但给你萝卜刀，我还会让你们加入我们，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和我们玩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，我这就把咒语告诉你，你快把萝卜刀给我吧。那你慢慢玩吧小贝利亚，我要先去解救奥特曼叔叔们了。于是只见小赛罗不断地对奥特曼们施法，果然没过多久奥特曼们全部恢复了光明，此时的贝利亚还全然不知。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怎么奥特曼全部恢复了？我这就把他们丑照发出来，你们快帮帮我呀，不然被奥特曼抓住了我可就惨了。 Number 4 Number 3 Number 2 Number 1 Powerman Day。